人与自然的无限共存，在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环境领域技术中，成为非金属花泥机领域的世界标准。Lincoln Technology 独有的创新技术实力始于环境保护研究，迈向绿色帝国的 Lincoln Technology。Lincoln Technology 以40多年积累的技术经验为基础，成立于2009年，在应用于石油化工厂淡水化、污水废水处理厂、净水厂等的花泥机领域，拥有全世界最多的技术和专利，是一家专注于非金属花泥机的专业企业。Lincoln Technology 开发的应用于多种条件的非金属花泥机，多年来通过使用环保材料的研发和耐久性试验，实现了 Aspin、 Toshiba、 Triple Tensional、 MCSCD 等具有差异化的创新技术，在2009年设立加拿大分公司为开端，通过与香港、越南、欧洲等世界各国企业的合作，走向全世界。2011年向墨西哥出口 PMAX APL Oil Separator， 2012年向沙特阿拉伯出口淡水化 DAF Scraper， 2013年向台湾出口非金属花泥机，向委内瑞拉出口 API Oil Separator Scum Skimmer FRP Cover， 2016年。向日处理能力250万吨的全球最大的污水处理厂香港渠务署的昂船洲污水处理厂供应花泥机，2017年选定并供应单一 spec， 2019年向全球水处理市场份额最高的法国企业 Veolia 供货的，在全世界20多个国家获得了高度评价。Lincoln Technology 的发展基于其独一无二的技术实力。为了进行可持续的品质管理，通过 CAE 结构分析和10万次循环的耐久性试验，开发出的 Aspin 为高强度胶合链。Aspin 技术的最大优点是具有5吨以上的世界最强拉伸强度。如果拉伸强度低，反复承受疲劳造成链条断裂时，会发生整个花泥机破损的事故。为防止此类事故，需要高耐磨性和高拉伸强度的链条。具有5吨以上的世界最强断裂强度的 Aspin 和主链，鉴于水中24小时运转的特性，又能抵抗于链轮持续摩擦的耐磨性高。反复荷载作用下延伸率小且物理性质不随含水率发生变化的 High Performance Engineering Plastic PPA 材料制成。产品不仅适用于石油化工厂淡水化，在各种高温污废水及 H2S 和高浓度有害气体中也能充分发挥作用。该材料是耐久年限到期后也可循环利用的环保工程塑料，可节省废弃物处理费用。经过多年研究，自主研发的所有零部件均按照国际标准规格 ASME 设计，根据长期积累的示范案例和方法进行设计、制作和安装。Lincoln Technology 的产品采用以现场为中心的设计，拆装简易，在维护管理方面也非常优秀。Double Life 形式与 Save Limb 保障长时间运转的寿命，当适配器导致轮毂磨损时，也能进行部分维修，可以节省费用。Lincoln Technology 的 Aspin 为了提高对污水中的沙子或其他污泥的耐磨性，
以在不锈钢管进行 PPA 材料嵌件注塑成型的方式制作，这就使得即使在没有维修的下水道，也可以保护设备免受流入的沙子或污泥的磨损，发挥高耐磨性和高耐久性，保障长久的使用寿命。Durability Test 技术是验证 Lincoln Technology 独有核心技术的又一技术实例。S-PIN 技术为了保障品质稳定，每天平均通过三次拉伸试验后进行生产和交货，并通过10万次循环的耐久性试验，确认在任何条件下都能保障较长的耐久年限。Toshiba 技术应用于宽幅刮泥机。在宽幅刮泥机中，因加长的刮板中央受到的扰度，会发生刮板变形及跑偏破损等问题。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Toshiba 刮板在发生最大扰度的中央部分用 Toshiba 加固，最大程度的减少扰度，实现顺畅运转。这是在原有的 eFlight 上简单固定 Toshiba 与 Toshiba 的加具。该技术使刮板强度提高 200% 以上。在 Toshiba 技术中，通过刮板牢度试验可以看到，与原有产品相比，强度提高 237% 所带来的牢度变化量的效果。Tripotentional 技术用于将非金属刮泥机分为两层的深沉淀池。位于驱动部分深处的沉淀池，驱动链常于一定的标准而需要适当调节张力时应用该技术。无需额外动力，利用重力调节张力，以坚固的结构提供稳定的帮助。Tripotentional 技术成功应用于世界最大的污水处理厂——香港渠务署的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应用 MCSCD 技术的链条断裂及跑偏检测装置，感应刮板的跑偏和破损以及链条破损，最大限度地减少刮泥机的整体损伤。该装置是预防整体损伤的安全装置。刮板经过新型感应装置，每隔一段时间接收信号来确认设备是否正常运转。该装置是安装在四轴刮泥机和三轴刮泥机上的刮板运行装置，仅需检测链条断裂时，只安装一侧即可检测，两侧安装时还可以检测到刮板断裂及跑偏。检测传感器是近距离传感器，可直接在现场了解运行状态。采用柔软且耐磨性能优秀的居安齿轮和两侧密封 STS 轴承，旋转顺畅，毫无噪音。Lincoln Technology 为了尽可能减少人类对环境的破坏，延长产品使用寿命，并最大限度降低部分维修费用。Lincoln Technology 的 S-PIN Toshiba Tripotentional Mandarin and Chain Short Circuit Detector 等多种技术，可适用于全世界任何条件的非金属刮泥机。Lincoln Technology 将通过不断开发绿色环保的先进技术，传承迈向人与自然共存的绿色帝国的理念。